会齐进场。好，我们会看到这次担任会旗进场前导的是由嘉义女中的乐旗队的同学。嘉义女中乐旗队指挥杨立芳同学，目前是嘉女乐旗队高二的社长，今天由她带领我们嘉义女中的乐旗队引领我们的会旗进场，请大家给予热烈的掌声。好，为了这次的一个进场呢，我们嘉女的乐旗队非常的用心，带领全队的同学一起在大太阳底下不断的练习，希望今天可以以最棒的一个状态来呈现演出。那我们嘉义女中的乐旗队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社团，民国77年改制为新式的管乐队，参与了我们嘉义市还有各个我们全国的各个的一个表演。好，现在他通过我们的主席台前面，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。在嘉义女中乐旗队后面护旗进场的是由东吴高职的一队吴文贤、杨雨婷、关竹芳、陈怡珍、张雅杰、林庭轩同学所担任护旗。好，那等一下的升旗手呢，也是由东吴高职的同学邱子轩还有林玉文同学来负责，他们呢的一个仪态大方还有品学兼优，是我们所有青年学子的表率，整齐划一的步伐通过我们的主席台前，所以呢以我们现场的来宾给他们最棒的一个肯定的掌声。乐旗队的前导以及东吴高职一队同学的护旗。